Hello， 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嘿嘿，是吧？我看到了你刚才的评论，刚才看到啦，我翻了一下评论的。今天好尴尬的嘞，可尴尬嘞。这金鬼疯狂评论，假如说呢，我只想走近路，没想到就走一个近路，我也害怕他们看到，然后就快一点，结果还是被看到了。咱们就是说，我们还要探电视屏，探电视屏，什么视频？其实你跑的，这是他喊我名字哎。他喊了我名字，他叫我的名字，然后就慌了，然后一跑，他就知道了。然后我一跑，他就知道了，就是他真的叫我名字呀，叫我名字，然后不得不跑。其实我应该怎么说那个，
蛮中心啊。我在看这一周的表，行程表。为啥？好吧，我不背。暂定办中心，觉得我应该说我不是理想去的一个，但是他一下子认出来，我真的好尴尬，我一瞬间都好尴尬，我快跑，不要走，然后结果，咋个说呢，班中心，安逸，对，我是重庆人，这个眼咋呢？感觉眼睛好小，今天没化妆，主要是没化妆。眼睛没化妆的眼睛有点小。谢谢小北送的秋天奶茶，谢谢。对，下次再叫我的名字，叫我的名字的话，我就你在学叫谁呢？我不知道。就看得出来，我脚趾门抠紧了，是吧？谢谢小叔送的星光之仪，谢谢。其实还没有吃完。谢谢十三送的荧光棒，谢谢，非常的谢谢。谢谢十三。Hello， 晚上好呀。真的，今天我只想多看一下，没想到，我真是太……对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出酒店的时候，我跟林海莹坐的一辆车嘛，海莹她出去逛买吃的，然后。说我太瘦了会被人粉丝认出来，然后我说我戴着口罩应该不会吧，结果一走过去就人，而且我低着头，然后慢慢的走，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瞬间我慌乱了，我直接跑。那也是，的确是。Hello， 值班的吗？值班太大一点。耶，看值班。Hello。Hello， 有点小尴尬。别尴尬。我是第一次主动连别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真的很善良。
么黏别人的？你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怎么黏的？然后我都听不见。我说有点卡，我听有点听不见。哦，我有点延迟。哦，对，我现在听到了。这里有点延迟。好尴尬，明天要上课了。对 ，MC 呀、啊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明天我们坐一起尴尬。谢谢我是母弟。对对呀、啊。嗯，就是说，谢谢哇哦选的荧光棒，就是说。反正我看到那个老师，我就我也是看那个老师，我只能注意到他的头发啊，觉得我的头发会不会太长了？留个长发还是剪短比较好？嗯，觉得剪短还是长一点好呢？笑死我了！而且他还喜欢那个，他上次上课就戴了个帽子。啊！他上次上课戴了个帽子，把他的长发遮起来了。他，我们公演的时候他也在呀。戴帽子、啊。对，他也在。天哪，他肯定会又截你们说的那个 MC， 然后一个一个指出来。对，他在我们公演完的时候说了的。天哪，命啊，不说的不仔细。他不是在吐槽老师，没有吐槽老师，是在说老师其实挺搞笑的。对，很有趣、啊、上老师。老师，老师是一个帅气的小男孩。真的吗？老师这辈子夸我帅气的小男孩，你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。天宇你今天还要跟谁连麦吗？我都不怎么连麦，我也不怎么连麦，可尴尬了，我觉得。嗯，你知道他们一直叫我跟别人连麦，他们说谁谁谁上了，你可以连一下。然后我说，嗯，没关系，我有点社恐，我真的就。又比我社恐吗？我们不相上下社恐的。你上课的那天嘛，我们上课的时候，你说，终于遇到了。比我还内向的人，是吧？谢谢你救我啊！谢谢你救我，就是你比我社恐，我就开心啊！但是你一点都不社恐，你是那种关键时刻不社恐。真的吗？我是关键时刻社恐。你不呀？你跟那个叫什么？我觉得就你有时候也不社恐。我对熟人不社恐。你对姐姐也不社恐？因为姐姐好交流。我真的我觉得跟姐姐说，就是之前我跟我一起那个住的嘛，然后他经常给我介绍吃的，我特他吃了贼多次的，我喜欢，而且这个也好的。哇哦！我下次也试一下那个，我看见过那个酸辣粉，是不是？这很好的。好，我下次。没吃完。我想一下给你推荐什么。你知道后面那个卖零食的那个店吗？
后面，就是卖零食的那个地儿。哦，哪儿啊？就在后街，就是那边一直走吗？对。那里有个夜市是吧？对，我去了。那儿卖零食的那个地儿，就是你可以买很多，就有很多。我没有进去买零食过哎，我只是我下去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就是它，哎，很多。品种，品种。品种很多，选择项目就很多，选择项目，香菊是重庆的，他们很惊讶我居然连麦了。那我下次买。好，可以，就是这次不敢，这次不敢，很开心这次，挺好的，我回来。终于就是完成了一个连麦的 KPI， 嘿嘿，挺不错，挺不错。我一回，我从外面回来，一回来我就玩了一下手机，就播了。吃完饭，吃点饭。今天的饭也好吃，有那个牛肉。啊！今天我们在外面吃的火锅。那个火锅真的很好吃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。就在那个来吃的吗？哦，今天是出道一个，来，很好。是的，等一会儿，好卡呀！你是在哪里吃的呀？就在后街，就那个夜市那。哦，你哪家？可以说名字吗？现在。就是走到。这是火锅串串的一种。嗯。你不会跟我吃的一模一样的一家吧？有可能哦。三个字。三。有一个王。王。有个王。对，有个字是王。What's the hotel？ 但是很热，他们那边没有空调。哦，那不是同一家。你有空调。那就。哦。行。真很好吃，你下次可以去试试。行。可以。然后还打包了。没吃完。啊。撑不住。撑不住。因为真的。几个人吃的呀？两个，我们就两个人。两个人去吃的呀？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吃火锅，川渝一家亲。必须要叫一下我啦！这次都不叫一下我？我没有你的微信，你没？我终于说出了我的目的，就是加你的微信，今天晚上。早说嘛，我怎么叫你呢？不然对吧？谢谢石小咩，石小炒，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非常想念，我云都加了。啊，我加没加？好，现在加一下你。你没有在我们的那个群吧？哪个群啊？哪拐三个弯了？就你在的群是哪里有啊？那个有那个的群，
就大家的群，就很多人，我只有那一个群。啊，OK。乌云没有那个群呀。OK。不是。明白了，我去找，现在找找。那个全员群。啊。没事，待会儿下播了之后加。OK OK。算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加到了。我现在加张菊和小粉，还有菜，还有吴云，还有我说他们问我加了谁，就没了，救命，有点小尴尬。我每次直播就是放歌曲。嗯，我也是，边聊天边着放歌是吧？我也是，没有其他的了。不会要吃那粉儿吧？我才，我真懂你。是的，真懂。这是泡了这么久。不会是。啊？你多久泡的呀？泡了这么久。泡了有一段时间了。有一段时间。十分钟有了。那不算久，泡久一点。嗯。谢谢。送你玫瑰花，谢谢，真好，终于有人聊天了，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明天，而且明天不用那么早起来了，十点，对啊，以前是九点，那也是，对吧？也不用上那么久，好的多。多睡一个小时，我要起来吃早餐，我要起来吃早餐。谢谢一串表情送的荧光棒，一个表情，这个怎么读呢？莫怕变成没有，还是有分明的。贼多还是贼多呢？贼多，一下我的。我真的很想跑步，我给你跑个1000米加速。挺不错，我真的很傻笑，我觉得我。啊。乳酸奶可以抵一抵。出来了，别。没事。哎，就练舞，一起练舞的。最近练舞都是一起练舞，熟不熟？在私底下还是多说说话啊，只是很害羞，没加微信而已。哎，新希望的，嗯，好尴尬。嗯，谢谢小 C 送的三个玫瑰花，谢谢。放歌了。找一下，找不到了，我给这儿。是你懂我的。
你叫啥？好，拜拜。哎呀，是那种找过温，我眼睛被打了。哎呦，你刚卡住了，你水现在又挺卡。是了，被你们追到完了。打了眼睛。几点了呀？小度，小度，几点了？现在是24:24，洗个澡，放松一下，收起疲倦的疲倦吧。10:24。哦哦，10点，哦对，10:24了。10:24了，又要睡觉了。你们晚上几点睡啊？几点睡觉？12点。这么早？12:01。最晚最晚都是2点。哦，好健康啊！我也要早睡早起。这算早？对我来说，对我们来说算早。2点算早吗？我们3点谢谢4点。好的，我不配。好可怕呀！我们其实都想早睡，但是每次都早睡不了。为啥？因为就想玩手机。手机有什么好玩的？我立马就是，如果你要逛逛购物的一些东西啊，你是不是要购物？然后、嗯、刷一下视频。对啊，就很。然后我最近都不怎么买，就昨天我对2点，其实说实话。因为我在逛逛逛，买买买，买买买，对，因为我跟他们说我已经睡觉了，我每次说我早睡，他们都不相信，就所以呢，尽量还是要早睡，是一个养生之人。我今天晚上那个就是调理的那些茶，然后我以后不喝饮料了，也不喝奶茶了。我奶茶好喝的，只喝了果茶。对，好了，我要好卡呀！我觉得好卡呀，有延迟。那我们下次再连吧。嗯，好，又延迟30几，拜拜。我也是好延迟。好，拜拜。拜。4小时，怎么笑死了呀？感觉每天。第一时间就是打开口袋，知道吗？早上起来，我早上起来第我之前都一般的生活，我就是我一起来就是看时间，看完时间然后就是就是看微信。现在我第一时间就是看的是口袋。而且我都不会怎么回消息，我现在就是回消息贼多。以前我回消息的是 OK， 好好的，行，摇的摇的，谁，然后还有收到，哦，就是那些话，
然后比如别个跟我讲啥子事情，好，要得要得要得，贼敷衍。现在我就要改掉我这个习惯，多花一点时间跟你们多交流。那时候我贼内向，完全不是同一个人。喝一喝一喝一喝，再吃一口。我觉得一个月时间就可以改变很多，毕竟我觉得是我愿意改的一些东西，如果坚持下来了，坚持下来真的会改掉。比如吃早餐这个习惯，我如果有准备早餐，我自己设置闹钟，每天都可以起来，但是有时候还是想睡一下懒觉，就关掉闹钟继续睡。11点。在9点，等你回来。对呀，我作息嘛，你只要每天把闹钟设好，就每天都会响。你不能不养成这个习惯，真的，每天都会响。我的闹钟就是几点睡觉？苹果嘛，苹果手机有个那个睡眠设置，睡眠，然后什么是？健康的时间多少？几个小时睡到几个小时才好？它自动，然后自动就会打开那个睡眠，然后早上起来它就会响。我们没办法规律，其实是周末七小时设定好了睡时得直接潜意识关了，雷达就闹起来啊。我们作息必啊，你们作息就是我们上班时间，真不错。我觉得你们也起得挺早的，毕竟我们上班的时间要你们要提前收拾好，
然后到剧场来接我们上班，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放假是日夜颠倒，也很规律，这叫规律。最多每一天睡眠时间不超，最多最好的睡眠要八个小时吧，保持八个小时睡眠比较好一点。所以你们可以设置一下，也可以设置一下，从我是11:50，然后开始提前半个小时躺在床，就是11:50然后躺在床上，拿半个小时来催眠自己快点睡，然后就睡到9点，然后起床，算是八个小时吧，应该算是八个小时。这样很好的，来剧场，来趟剧场，回家躺一天，累了，是吧？累的。哎呀。哎呦，我们还要发快抖音小红书啊，任务就来了。不会跳，不跳。我不跳这个。任务就来了，这几天不得不发了。不得不发作品了，怪我营业有点少哈，主要是我自己拍不好看，我不会营业，我又不知道发啥。我知道你们不够看抖音，我在想我抖音发啥呢。我今天发不发呢？我还要跟姐姐那个，我要跟姐姐和审核呢。哇！啊，好乖，好帅。我不知道发啥了，本来就只发了3条，还删了一条。就是说，
我看看哦，我想想，我等一下发吧，我自己做一下，我不知道做什么版本耶。检点日生活日常，这不是何玉欣他的日常吗？都会看得到啊。他经常做一些日常啊这些视频，你们也可以去看。哎，我那条是应该回不来了，我尽量多发一点嘛，弥补一下红裙子。等一下我就发一点。啊，小菊是喝了吗？刚进来，我喝啥？我没有喝呀。怎么说呢？我就是直接删掉了。脸红吗？有点闷，可能有点闷，脸红了。我没有喝酒。有可能我是没有，化妆，眼睛有点小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我下一个视频我再剪。再剪，没关系，再剪。哎，好烦呐、啊，好累。可以的，那我就播到11点吧。等一下，我就去剪一下。我是在看一下抖音，然后我有没有喜欢的。我在找音乐，其实话题带啥话题？
就是说，哎，嗯，好嘞，学到了，我立刻把它记下来，记在本本里，多接点话题。看我的歌词本儿，全是歌词本儿，歌词本儿就全写的我们的四八的歌，就是我们的乐器，全是歌，还有我自己抄的成员管理手册，抄了这么多，结果说只抄第一段，白抄了三段。啥呀，笑死我，带美女，然后啥地狱把妹玩大帅哥，啥呀，真的别这样好吧。内向小女生，1.8米内向，180，180内向，185大帅哥，大可不必吧，无敌暴龙战士。这个有什么关联吗？是最近很火的吗？宝宝服食啊，宝宝服食，你不带我们给你剪视频也会给你带的啊，你不带我们给你剪视频也，我们是不能，我眼睛没有化妆，就是显得眼睛有一点小，请见谅喽。很多美女都带宝宝服饰的话题，啊，那我带一个吧，那我也带一个吧，但是，这样会过于。OK， 要的，内向，挺大吗？好吧，我就是没画眼睛，感觉眼睛挺小的呀，这样才大好吧。不小哈，对，我今天学到了，居然发个视频还可以带一些字，然后更火一点是吧，学到了。 OK，
我今天就带一个内向小内向腼腆小小女孩，然后宝宝辅食。我今天就发一个这个，今天就发。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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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允许，以为挺巧的。然后配个什么文案呢？文案也值得我思考。就发一个那个我今天去东家之夜的一些视频，但是我今天是我一个人去的，所以我都是录的视频，然后没怎么拍照。Hello。哎呀，快点儿！我想快一点，我想快一点，到7月6号我就可以改名字了。我是那个，不知道该不跟你们讲，就是。哎，跟你们讲吧，就是含羞草，然后一个表情，有表情，然后有个那个泡泡，两个泡泡，两个表泡泡的那个表情，就是那个，对，我还要跟姐姐审核我的视频呢，等一下我去剪，所以我就等一会儿就下播咯，又要说拜拜啦，还有9分钟，还有9分钟啦。等一下剪视频，哦，好难剪哦。我今天还自己拍照，自己剪视频，真的，我不会拍照，我也不会剪视频，这个咋弄呢？而且自己拍照的那个角度有点那个，我是用的自拍杆拍的，可能有点远，模糊，主要是很模糊，受不了了。而且有很多人拍照，我今天去拍照的时候有好多人呀，我都社恐啊，就是我拿一个自拍杆然后放在那里找角度。找角度录视频，然后别人就看着我，哎呦，好尴尬呀，贼尴尬。就是说，我当时在那火车头嘛，有个火车尾那点，然后那里有很多拍照，还有那里成都那里也有很多人拍照，就是说一堆人，然后急着抢，就看谁先上，
谁先上，然后看谁没有在了，我们立马按住那个录视频，然后跑过去的。然后他们看着我都不好摆动作，我还贼尴尬的摆动作。我这个太多人了，好多人。今天应该是周末，就有很多人，而且我今天去剧场看了一下，也好多人看前辈呀。对，下一次带个摄影师去，但是我不太好方，不太喜欢，就我太麻烦别人，知道吧？别人帮他帮我拍照，唯独就不给我拍照的话，而且有时候拍的不好看，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说，就很尴尬，知道吧？那种无力的感觉。就是他拍了，我又不敢说不好看噻，我还想多拍点啊，感觉他不耐烦的话，我又觉得，哎，算了，我不想这样了，走吧。真的，烦死了。再吃一口，差不多了。我们可以一只手拿着一。好嘞，下次体验一下。主要是我不会摆姿势，姿势也很难摆，很难想，姿势也很难想的。姿势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姿势也很难摆，我真的无语了。晚上好。小罗，晚上好呀，小罗。谢谢小罗。谢谢小罗送的十个荧光棒，谢谢 ，kiss， 谢谢啦。好，好嘞。对，你们如果想让我看到。想拍的你们也可以艾特我，我也会看哦，但是多太多了，我看不过来哦。这太多了也看不过来。OK。再想一想。这有好多东西要学习的。这一来到这里，我觉得
我要学习拍照，学习怎么修图，学习怎么剪视频，还要学习，还学习化妆，还学习搭穿搭，嗯，还有买买买，挺多的，挺多的。对，可以列出一个表格来了。我最开心的时候是这个，舞蹈、唱、瘦、化妆，加油，练起来咯！这是我之前写的，哎，结果一来要很多东西。这么多东西，我真的瘦的真，当时我没有这么瘦吧，也算是，之前我还要胖那么一点点，胖一点点，这是我来到那个重庆中心的那个时候写的。那时候我才90斤吧，才90斤。那时候我进重庆，那时候我进重庆中心的时候，就说我90斤，然后我做俯卧撑，然后体能的时候都跟不上大家，但是练了一段时间，我做俯卧撑，然后体能都会跟得上了，然后逐渐的我就瘦了一点，现在是42的话，就是应该不算，如果你不加衣服的话，不加衣服，不算吧，就是我穿睡衣嘛，不加鞋子应该说是，不加鞋子的话是40，不加鞋子的40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，可能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瘦的就这么瘦下来，因为我之前没有进入这个团的时候，就是该吃吃该躺躺，该吃吃该躺躺，然后对，就加入了这个团的。加入了这个糍粑之后，运动量大了，然后该吃吃，然后没有怎么躺吧，应该是，然后就反正就瘦了很多，也算是瘦了很多吧，算瘦了10斤。那时候我也挺有胖的时候。我最胖的时候好像是98斤，最胖的时候。就是我这么瘦的瘦子可以练出那种肌肉吗？
就是我觉得我的手臂有一点肌肉吧，小腿也有点肌肉吧，大腿也有点肌肉吧，只是没有太结实而已。到点了，对，拜拜。我要今12点之前，我要跟姐姐发了，跟她审核一下啦。然后12点准时给你发过去，快点剪完。可能剪的不是太好哦，拜拜！我要赶快的去剪我的视频啦。对，我们这周就要暂定搬中心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啦，拜拜。我要快点去剪视频啦，拜拜。啊，又要收拾行李，没事儿，把全部东西肉进去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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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